讲十几回了啦，哈。那还有啊，我存三年两公积金了。几公积金嘛？咱做个跳板的话，跳得好，拍碰一下好不？我十几回。等一下。因为你老时间好啊，我要准备明年好去投选丰都区的议员。有一个部分跳得很精彩，我请他再跳多一次翻跟斗，谢谢。翻跟斗 ，Thank you， 老师音乐，谢谢。这个经典老高翻跟斗。哎呦！哇，这个。今天跳你们去跳楼了，你们跳到比较来头不冷你啊，不要在台上啦，你是一哥咧，谢谢我们的陈凯琴，谢谢大家，Thank you。